内双的单眼皮的，这是我的双眼皮贴，然后之后会出一个新包装。真的吗？听说也不是新包装，是痘痘贴。哦，痘痘贴是我跟我男朋友。是，好，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？这个它有分 size 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宽版，然后还有特宽版，还有细版，标准款。标准款，对，就是它是比较细的。所以如果说像有人就是你知道手残女，她也可以贴吗？可以，因为我原本其实我也是不太会贴双眼皮贴的，然后是因为我代言了这款商品之后，我就自己就贴贴看，然后也要教大家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已经非常熟练了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边这个做捷运然后就贴，或者是边讲电话边贴这样。太厉害了吧！边讲电话边贴。好，哎，所以这个双眼皮贴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太会贴，你也可以很简单就上手的，非常非常容易使用的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双眼皮贴，那这个呢？这是痘痘贴。痘痘贴的部分，然后之后我跟博伟就是很出一款是一起的，对，那就希望大家再多多支持，因为它是还蛮薄的，然后因为有一些可能痘痘贴会贴上去，然后还是会很明显，就一看就是有一块在那边，可是它这个是已经是很薄的这样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根据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，好多人一次都买两三盒，就是把它捆起来放。如果你突然啊，不管是脸、身体或者脖子长了一个痘痘，你把它贴上去，然后一觉醒来，它就把分泌物把它吸收掉了。对，它吸出来，因为像女生有时候可能生理期前后会比较容易长痘痘。是。对，然后它里面是有分大小的，就是它有比较大的那个痘痘贴，也有比较小的。那如果你是小颗的痘痘，就贴小的；它比较大的话，就可以贴大的。而且我知道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的厉害，现在我们食物都要强调保鲜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有保鲜，对，它有防灰尘的那个袋子。哦，所以从第一颗用到最后一颗都是干净的。对，就是不会让灰尘跑进去，它对你的皮肤也比较好。是，而且这个痘痘就是要预防它感染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刚才听到普欣讲的这么多这么多，不管是从脸部的到身体穿的，然后到嘴巴吃的，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很有兴趣哎。好，所以这里头你有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要推荐给正现场的朋友？最重要的话，我觉得之后要夏天了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防晒。哦，防晒很重要，因为防晒听说这个紫外线当中有这个 UV 光，它会帮我们脸部产生抗这个老化的自由基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前几天就是我去宜兰玩，是我去海边，然后那天其实天气是阴阴的，就是也没有太阳哦，然后我们这里都没有防晒，结果我男朋友他们就是都晒伤，就是手臂都红红的，对，所以就算没有太阳，可是它其实紫外线还是很强的。是，所以这个防晒的概念在台湾来说，在亚洲来说，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而且刚才你提到了这个防晒抗 UV 的凉感外套，它除了兼具实用性、功能性之外，它也美观，对，很好搭，很多颜色可以选择。是，所以听说你去带泰国也穿，宜兰也穿，粉红色跟紫色。对 ，OK， 所以在这个美胸衣的部分，然后跟防晒外套的部分，你也都很诚挚的推荐给大家。没错，所以在今天小三每日现场。